总觉得不太对劲，难道是因为九鼎？陛下无法操作九鼎，定然会有所怀疑。刘邦突然间要要回九鼎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你也想到了？九鼎的奥秘，刘邦是不应该，也不可能知道的，除非……除非是他见到了沧海客。 你说沧海客找刘邦干嘛？现在天下一统，陛下就像当年的秦始皇。你的意思是，刘邦成了女系的新候选人？难道说，女系知道了我们的想法？有这个可能。如果她知道我们会反抗的，女系会立刻对付我们。 那他找刘邦干嘛呢？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也未必真的如此。无论如何，吕雉这次来齐国肯定没安好心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！刘邦答应你的五不死里面只说见君不死，没说见娘娘不死。 韩信拜见娘娘，有失远迎，望娘娘恕罪。齐王请起。齐王将这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何罪之有？不知娘娘今天到来，本宫此次前来，是替陛下来封赏。 朕诏曰：楚地已定，异地无后。朕欲存续楚仲，以定其主。现有齐王姓，安徙楚地风俗，更立为楚王，望淮北，都下邳。钦此。接旨谢恩吧。陛下为什么突然让我回楚地呢？齐王自从离开家乡后。 一直没有回去过吧？陛下体恤你多年军旅奔波，特意恩准你回楚地当王，以解你思乡之苦。在哪儿不是当王啊？韩信，你是楚人，更熟悉楚地风俗。陛下相信，在那儿你会成为一个更贤明的王。你对陛下的安排不满意吗？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出来。 能满足你的，陛下一定会满足你。臣别无他求，谢陛下恩。